那说说你对秋风的想法吧。不是，你谈秋风干什么呀？为了戏嘛。秋风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很多人呢，在感情上会有一个选择，是选择互补型的，还是选择相似型的？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选择互补型的，觉得能够互相弥补缺陷，能够互相帮助。 能让一加一大于二。殊不知，那都是错觉。互补型的不过是对彼此更具吸引力，时间长了，两个人互相影响，互补型慢慢的也就变成相似型的。那时候他们会觉得，恋爱差不多了，该结婚了。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要我说，但凡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应该选择相似型，不然早晚都是浪费时间。你的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 啊，你跟秋风性格挺相似的，所以就产生了那种爱的感觉。你们说是就是吧？行了，差不多了，剩下的我们自己适当编辑一下吧。关键是吧，你俩就是到底怎么着啊？你别到了我们大结局了，你俩都不清不楚呢，那还是不成戏啊，是不是？其实本来我想要设定成最后你和他走入了婚姻殿堂，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收场呢。 昨天呢，我终于促成了秋风和彭会长的洽谈会议，暂定在本周末的民宿酒店的落成庆典上。到时候，我会为我们的戏制造精彩一刻，促成他们的洽谈达成协议。走了。啥意思？当众表白啊？好大的信息量啊！ 警告你们，把我那些情感戏份给我删掉，而且我每天这种忙，哪有时间跟你讲这些？邱总，关键是您的戏份呀，恰恰都集中体现在了我们故事的主题表达上。那您必须得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素材啊！您就写我是如何从城镇到农村，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不就完了吗？我们要论述的是爱情和事业之间的关系，那少了爱情戏，那还成戏吗？你是机器人啊，是不是？那你要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瞎写了啊！ 敢，邱总，主要是在于缺了您的情感戏，那就不成戏，不卖钱啊。是吗？包赔。哎，哎。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喜欢霍启明，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很奇怪，说不清楚的。 怎么了？我说的很难理解吗？怎么还问出个意外收获来？咱们也没想问这个呀。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人打动的人，而且我发现他的很多认知和我高度契合。他就是缺少机遇，但是有些机遇像他这样的人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他。 既缺失圈层，又没有制造财富的能力。他不像方梦初，不得不佩服方梦初。他有关于梦想平台构造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突破这层壁垒，为了打破资源和信息的不对等，为更多的人创造奋斗的目标。终于说到这个正题上了。让我真正认识到他，是有一次。 我带他去高档场所消费，我那天特别兴奋，什么都聊，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心不在焉的。原来，他是在担心买不起单。确实，之前在学校，无非就是去图书馆、餐厅，就这些消费，对他来说就已经超支了。所以我打算资助他上学和生活。 但是像他那样的人怎么会轻易的同意呢？我就说，算是提前培养，毕业之后可以来到我创造的公司打工啊。而且我还把彭会长介绍给他。哎，后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好家伙，你这又绕回去了。可是我们想了解的不是您的过去，而是当下和过后。当下和过后。
我们这戏里根本就没设计霍启明这个原型，是您自己个儿就在这。其实你和南一的感情线我们已经理得差不多了，只是你们俩这个还没有正式明确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想先跟你打个提前量。什么？你们知道什么了？什么提前量？我怎么不知道？算了，反正他这周末就跟你表白了，我们时刻关注的就是了。走吧，我们。等一下，周末？这周末要跟我表白？是呀，我确实对他有一丝丝的好感，但是我还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点……妈呀，平时看你俩也不是那含蓄的人啊。真是周末啊？是呀，他说好不容易才促成你和彭会长这次的见面会呢，初步定在这个周末民宿酒店的落地庆典上。对，他还说要制造一个精彩时刻，也或许更有利于你们的洽谈合作。你们说的谁呀？方梦初啊。谁？哎呦呦呦，这个这可真是意外收获，意外收获。果然平地起风波，装错药了吧？咋还搞出裂变反应啊？方梦初这啥情商啊？这是，哎，这怎么还整成悬疑剧了呢？秋秋心中的那个他到底是谁？他不会喜欢的是韩慕阳吧？什么脑壳啊？旺旺。哦。能吗？你脚丫子都能想得出来，还能吗？那得多大的脚丫子才想得出来？他可是书记啊，那谁能想到他身上还有情感戏啊？我是不是得告诉方梦初啊？真要闹出什么事了，他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瑶瑶，你冷静一点啊，咱们再捋一下。即便是芳芳喜欢秋秋，秋秋不喜欢芳芳，那咱们也没有理由阻止芳芳喜欢秋秋呀。其次啊，你就确定旺旺喜欢秋秋吗？哎，等会儿好乱呀。秋都在呢，聊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高潮阶段。挺好啊。你要干嘛？我准备借彭书记的钢琴一用，弹一首《水中的倒影》。方梦初，你别这样子吧！你看啊，那个你要喜欢杨洋吗？杨洋，没事，继续。待会儿呢，会有工人把琴搬走，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先聊着。走了，拜拜。真要表白秋风吧，那到时候岂不是啪啪打脸呀？算了，反正我也已经尽力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看看热闹了。这红枫种下去多久才发芽？可能要一段时间吧。啊，你这是干啥呀？小树苗离开之前把琴烧了，让我把琴弦留下，说让你有一天再把这琴弦给续上。妈，别老想着他了，再找一个吧，你一个人
已经这么多年了，啊，拿着，啊，你看，每回回来的变化都挺大的，是吧？那你咋没变化呢？我变了呀，我岁数变了。傻。那李峰，只要我能把他说服了，后面这个项目呢就不成问题。你先跟他聊，你聊完工作，我再聊其他的。你又变白了，真的呀？哎呀，哎呀，彭会长，你们好。嗯，谁呀？秋凤，哎，彭会长，坐。哎，快快快，录！哎，哎呀，你还好吧？啊，挺好的。这不是准备拍戏了吗？所以呢，就先收集一些素材什么的。收集素材？怎么，这次戏里还有我？本来没有的，可是之前啊，秋风无意之间把你们的情史叨叨了出来，大家觉得哎还挺感兴趣的，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说找你凑个数。确实，我们的曾经挺有意思。我倒是觉得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戏里缺一个反面人物，所以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我只是这次真的不想再当反面角色。嗯，还有比你更坏的。秋风，我们的绿色金融工程虽然参考的是绿叶仙都的模式，但无疑规模大很多，涉及的范围和产业起点就在全镇范围内，和政府展开深度合作，如果顺利的话，很快就卷向整个山区。况且眼下的基础工程已全面启动了。既然这么顺利，为什么要找我们合作呢？很简单嘛，我们现在能做的这是基础建设，在运营方面你们无疑是走在前头了，毕竟我们还是有所欠缺，尤其是人才储备方面我们更是远不如你们。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建设和以建设为目的的盈利是不同的概念。怎么样，秋风拒绝了我们的合作？小风倒是越来越成熟了，他没再直接拒绝我，但他提的条件我没办法接受。要不收手吧。开弓没有回头箭，怎么收手？哎呀，欢子！哎呀，是你了，哥呀！哎呀，行了行了，别搂搂抱抱的你啊！哎呀，你别想多了，瑶瑶，革命友谊。我知道知道，革命友谊。哈哈哈是啊，方梦珠也没来啊。我们也在等他俩呢。来了。Thank you.
曾经有一个人，他心里有很多话，但从来都不敢说出口。他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他的梦想也在这座大山里。所以我想把刚才这首曲子献给他，也献给他心爱的女人。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送你一首曲子吧。尘土归土，一切归于平静了啊。秋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喂，什么？这可是群体性事件，我不管怎么样，你明天要控制住局势，千万不能让矛盾激化了。我马上就到。出事了！出事了！诸位老板、工人弟兄们，有话好好说，你们不能这样闹啊！市领导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被他们看到，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可就全功尽弃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是要让大领导看见，凭什么给政府干活不给钱？彭书记来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没搞清楚呢，各村的工程处啊，全部都停工了，得赶紧想个办法压下去啊！压什么？找到根源解决问题。秋风，我觉得这事儿跟彭会长脱不了干系。喂，胡启明，你干嘛？你把彭书旺害惨了，你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些，你现在说这些，我还会信吗？彭会长呢？跑了？彭会长跑了，他进山区之前就已经快破产了。他打着开发山区的旗号，以政府的名义圈钱，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投资，也没有出钱，还套了不少线。霍启明很早就知道了吗？他后来才知道。现在怎么办？坦诚面对。诈骗，你留下最多就是欠钱。我知道你还要钱，我也知道你钱在哪儿。原来你算计我，像我这种人没钱，那跟死去有什么区别？彭会长，你现在在哪儿？我们见面聊。你还想打算干嘛吗？你跑不掉的，我劝你自首。不可能的，他们现在还不能抓我，立案的时候老子早出国了。彭会长，彭会长，你个王八蛋！
是保水镇的党委书记彭书旺。现在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开发山区的项目，也是我们政府的重点项目。你们着急，政府也着急。但是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政府，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证大家的资金和财产的安全。我们山区政府没有拖欠各位工程款项的行为，是彭如海打着政府的名义欺骗了大家。但是啊，我们政府也有监管不力、查证不实的责任，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绝不逃避，也绝不退位。我们政府呢，一定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问题。请你们相信我们政府，也要相信我彭书旺。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去协商解决的方案，比如是否相信我们山区未来的发展，你们是否相信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你们是否愿意把前期的付出也以股份投资的形式融入到我们山区的建设当中来。你们放心，我们镇政府呢一定会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实在是困难，一定要拿到就到我们这来做一个登记，我彭书旺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希望大家能够放心，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政府不会辜负每一个劳动者的付出。我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山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事情还没有解决清楚呢，你要这么走的话，麻烦更大了。跟我们回去吧，彭会长。彭会长，虽然你在北京的房产都挂在别人名下了，但还得很清楚，包括你还有底商，我们可以帮你的。不管最后什么结果，我都愿意陪你。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政府一定有能力帮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抓到彭会长了，已经被后勤兵送进公安局了。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个最新的消息，彭如海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控制，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是绿野集团代表秋风，我们集团可以并购镇上的产业，和大家共度难关。我是绿野新村村主任方梦初，我们新村愿意向其他村子进行输血工程，也愿意联合其他村落进行造血工程。我希望我们山区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度过这次的难关。董书记，辛苦了。各位，这位呢，是我们巴山县的县委书记，董书记有一些话想要对大家说。诸位父老乡亲，我是一路看着我们山区的发展变化过来的。任何地方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从不惧怕问题。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最怕的就是让这些美好的表象迷惑了我们的双眼，从而看不到问题的所在。不过这次你们这里的问题竟以最直接的方式暴露了出来，又以更直接的方式得到解决，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同时也有些感慨。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警惕不良资本介入对乡村建设造成的破坏。我在想啊，到底是什么让山区的基层干部和地方民众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变得如此坦诚且又坦然。我想这是一种精神，当这种精神作用于人们内心深处时，就会生出一种自然的力量，一股俊秀且又无敌的山水之力。这种力量足以涤荡人心，横扫一切。你们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山区的面貌，你们这里是个好地方啊。邱总，彭叔啊，有你这么当领导的吗？怎么了？什么时间你不好好工作跑来找我？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看看什么时间，都下班了，满脑子都只有工作。你真的想做个女强人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博古村发展得很好，我准备举办一场传统的婚礼，成为宣传造势的一个亮点，带动一下传统婚礼的热度。想法很棒，你支持我吗？嗯，但问题是现在少了一对新人。韩牧阳和陆瑶瑶啊，韩牧阳不是在打花轿吗？对，我准备把花轿借出来，但缺少花轿的主人。能不能借我用用？哟，这张不成，我这是我给瑶的定情物。瑶的梦想是什么呢？她的梦想就是穿着婚纱坐在大花轿里，这是专属物件的。
不好配件。我用完以后你再用吧，这花椒用一次又用坏的。哎呦，不是坏不坏，主要是这个花椒它低。我给你叫一人儿。对了，不是，跟你说，这爸，爸，来来来来来啊！你看，我给你叫彭书记，在这儿最照顾我了，这是我爸。哦，哎，叔叔您好，哎呀，您好，您好，您好。怎么回事？那人彭书记跟秋风姐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舍得？就算我舍得，也得等我给你带到洞房里再说呀。你是不是想多了？我就说我想做做大花轿，我又没说要嫁给你。啊？来试试这衣服，尽管先量量这个袖口怎么样？哎，我不给你们演戏了啊！你别一到关键时刻你就上不了台面，行不行啊？试试这袖口怎么样？哎，你说了我不演了我。你跟谁掉小脸子呢？嘿，还敢冷落我？你演不演？没心情。怎么别人都有心情，就你没心情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呀？那你跟我混那么久了，还不敢上镜呢？传统文化东西我比你们懂得多多了，你真当我不敢演啊？我是怕我要去真演了，你们压根就没机会。嗯。再说，我演的再好管什么用啊？啊，我演的再好，你也不上我花轿吧？啊，就因为这个跟我怄气啊？嗯。那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最起码你也得跟我回趟老家。见见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男同学、女闺蜜什么的吧，帮我镇镇场子，壮壮胆儿，找找存在感。真的？哎，这我拿手啊！你还真当把我往大花轿里一塞就完事儿了？再说我都被你整出心理阴影了，你要真让我做那玩意儿，还真不如让你用轮椅推着我进洞房呢，至少还稳当点。瑶瑶，我这……你别整那些肉麻的话啊！受不了啊！你试不试衣服吧？现在试。啊！耶！什么东西？哎，不要！我们两人一直还没洗脚呢。有点尴尬。哎呀！要不采访一下？这不明白着呢吗？还采访什么呀？哎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没情的呢？没情的就一边酸着呗。走了，哎，来了，好，排着队抢，你看我这一身酒啊，热闹吧？给，哎，怎么样？有没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啊？我准备申请调任了。为什么？我想去文化站工作。那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啊。我呢，想去文化站，参与绿叶集团影视项目的监督或指导工作。因为这毕竟就是我最初的梦想。我觉得现在绿叶新村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了，我相信有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替代我的工作。文化站本身就是一个长远的项目，我相信我能做得好。我懂你，但怎么着也要等到我完婚以后吧。那当然了。
廊桥，让梦想同步年轻心跳。我们的志向比天高，附送着美丽的青春歌谣。呜呜呜，青春正好，点燃这火苗，熠熠微光照亮了跑道。哦，最美这是我们正值年少，把走过的路标记成符号。秋风接回来了。好。爹妈呀，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在老家复习一下。这话人不够啊。我用力的奔跑，背影越来越小，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让我不停的坚强，又不停的迷惘。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是否应该留下来，需要我带你一程吗？独自离开，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打算去哪儿啊？还不知道，或许就像你当年那样，走到哪里算哪里。跟我回老家吧。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无法忘记你的模样。我厌倦了伪装，所以有些疯狂，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一天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无奈失败，所有的悲哀走开。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
的坚持，留在这个城市，即便成为你的影子。我用力的奔跑，背影越来越小，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让我不停的坚强，又不停的迷惘。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是否应该留下来，还是独自离开？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就像过去的我们。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无法忘记你的模样。我厌倦了伪装，所以有些疯狂，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一天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无奈失败，所有的悲哀走开。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希望在明天，青春在远方一起翱翔。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无法忘记你的模样。